北澳三号林秉胜。北澳十五点二分，可是中信特工的防守上面是全联盟最好的。对，我们某两球都几乎要进一球啊，然后看到黄色就杀红眼一样啊。才刚林是把陈靖宽给换了上来，那另外中信特工则把曾文鼎还有金恩给拉上去。给到林秉胜 ，nice pass， 两人小组配合。再来看一次，哦，给完球，哦 ，hand off， 然后一个 V cut， 然后进入到这个内线。有一个抱人的动作 ，kick。那这个球，早先捡到，林秉胜外线的三分有，林秉胜。被交球，进球下手的一个抛投上篮，林秉胜换到另外一边，右手切进来，裁判说不算 ，open foul， 哦，林秉胜的进攻，哦哦，这个动作，你是否要继续犯规，这也是有待商榷啊，哇，速度非常的快哦，林秉胜再把领先给要回来，突然的一个加速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这边后面，后面进入到这个拉拉队的范围哦。是，这球被林秉胜给抄走了，前面是完成的快攻机会，交给了阿巴西。林秉胜切进来，想要靠在对方身上擦板进球了。林秉胜外围大的三分球进。所以刚才前面讲过哦，林啊。当然，对于整场比赛来讲，台钢猎鹰想要利用内线的高度优势去打中。